一二三四，四四四四，一二三四。哇，那有两个人在游泳。北海道还蛮凉的，这两个人习惯了大概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大宝藏，很久没带你们出来玩了啊，这次直接带你们来北海道。那这个地方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有讲过，你如果你到小樽的话，乘电车的话，这是必经之路。但是其实小樽和这个小樽周围啊，我建议是冬天来，因为冬天来的时候，这个铁道沿线大概一共有几公里，我没计量过，但是很长的一段距离，景色特别漂亮，一边是山，白茫茫的一片山，一边是海，特别漂亮，特别有感觉。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，阴天，好像这几天，明天也不好，但是不会下雨。之前我带你们出来玩的时候都是让你们坐后排，今天我们换个角度，让你们坐副驾驶。终于到了我喜欢的这种纯乡下风，开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城市路。我前面这个树，我每次来小樽都是冬天，然后冬天跟这棵树每次来都合影，然后我就一直想夏天来再跟它合一张影，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棵树，怎么有点跟之前的不太一样，也不太好合，上不去，就远远的看它一下吧，它还是很健康的样子。我现在在富良野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很长的一个公路，然后它那边它整条公路都是连绵起伏的，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斜坡，从对面看也是一个很大的斜坡，然后对面是这个起伏很多的就小斜坡，很多人过来拍照。美瑛富良野这个周围这个区域就是一定要夏天来，冬天的话就小樽那个区域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但总体来说北海道的话，因为它是偏冷的地方嘛，总体来说它冬天来的话你会看到更多的景色，夏天的话可能就美瑛啊富良野这一带这比较好，就田园风光嘛。嗨，我没介意，我知道，王江过去坐地，我没介意，ありがとう。 OK，就这条路待了将近三个多小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自从我答应了第一对情侣帮他们拍照之后，就接连不断的一组一组接一组，一组又一组，我拍的我都不行了，我赶紧逃吧。下一个地方更惊喜。これ持って。可愛いかな。ふざけんな。以前像这种情景全都是中国人，现在全都是韩国人。
这来这里游客就看到无数游客，每年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到了所谓的著名景点拍几张照打个卡就走了，其他地方一概不去。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浪费。美瑛这个地方就是，你当然你不会开车子没办法，那你可以租辆自行车嘛，很自由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到处去环它，就是到处乱窜，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美。所有人都扎堆在那个所谓的著名景点的树那个地方，但那片有棵孤零零的树不是更美吗？就是有点远，我是走过去呢还是回去开车子呢？这是开车子的一个大问题，它不如自行车方便，你就每次你要想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要回到停车场再把车子移动过去。就这样用车子的台速慢慢的晃，看着美丽的风景和在劳作的人们，好舒服。这是我的。可以。我这一路上遇到好多小狐狸，还有那个鹿。ごめんなさい、食べ物ない。又来了一只。这里的狐狸啊，全都不怕人的，肯定是已经习惯了人这个停下车来喂食了，完全都不怕人。这里的一路上遇到好多了。这样，你去左里，我来右。OK。買ったら？啊，当たり前。OK。喂。はい、じゃあ僕、じゃんけん、はい。あ、右。これどういう道？戻れる？分からん。いや、仕打ち。哇塞，前面那套房子简直就是我的梦想之家。这个房子的主人也太会享受了，建一栋小别墅，旁边栽上树，全部围起来，夏天也不会太热。我估计我以后五六十岁，应该六十岁以后，就是这种生活。太阳马上要下山了，找一个地方去看日落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在我身后的是非常惊人的来自韩国的一个团队啊，在日本拍摄一个叫圣诞树的树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面十分的惊人啊。我刚才一带过的红门就洗起来，就这种地方，就那当然因人而异。我的话，我就在这里发呆，我可以发呆一天。然后北海道，我每次来都是有回忆的。我来了很多次了，我没数过，反正肯定是超过十次以上了。因为日本嘛，它是一个很同质化的国家，你走到哪里都差不多。但也就北海道和这个那个叫什么冲绳有点区别。那我又更加喜欢了北海道这种感觉，一年四季都很漂亮。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是，我记得是应该是七八年前来北海道，我骑自行车环北海道，我把整个北海道都环了，包括那个叫中文叫什么志内市的旁边的两个离岛，一个叫李文岛，一个叫利口岛，我全部都环了。然后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的是我当时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心情，就因为北海道它山多嘛，坡也很多，像我刚才前面拍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坡已经很大了，像这种小坡就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。日本是有助动车的，但是它的助动车不一样，它的动力来源还是来自于你的双脚，你要蹬它才会帮你助力，就是会省力一点，但是和完全纯电动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当时我就不停地爬坡，不停地下坡，不停地爬坡，当时的感受就是绝望着并快乐着，还会再来。不过冲绳也，他差不多是时候去一下了，之后去一下吧。
走了，继续闲逛。